直踢如下四球第一小题t 加 t 分之一，第二小题 t 平方加 t 分 t 平方分之一，第三小题 t 三方加 t 三方分之一。我们可以知道 t 的话等于根号七加根号五，等于根号七减根号五。我们先将它原理化，所以变成根号七加根号五乘以根号七减根号五分之根号七减根号五的平方，把它展开，二分之十二减掉二根号三十五，所以等于六减根号三十五。那 t 分之一的话，刚好变成六减根号三十五分之一，所以等于上下六减根号三十五乘以六加根号三十五分之六加根号三十五，所以等于六加根号三十五。啊，第一小题是 t 加 t 分之一，所以等于十二。第二小题 t 平方加 t 平方分之一。我们可以发现，由这边的公式可以知道，它等于 t 加 t 分之一的平方，所以是十二的平方减掉两倍 ，t 乘以 t 分之一的话是一，所以就是一百四十二。这是第三小题的话，一样有公式可以知道 ，t 加 t 分之一的三次方减掉三倍 t 乘 t 分之一。再加上再乘以 t 加 t 分之一，所以就是十二的三次方减掉三乘以十二，所以等于十二乘以一百四十一。在这边计算一下，一百四十一乘以十二。所以得到一六九二，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一六九二。